这把对象一个钻三的武器大师，先清兵三被动，成功强打两级，一个 EQ 被躲了不要紧，继续 A 他就行了。我们有盾，这样 A 他是不亏的。把兵线推进去，这波可以越。武器前期的技能隆升时间特别长，先 A 塔去一下被动，出去不一个 EQ 连，他用点火直烧火，成功拿下上路一血。说句实话，这个武器有点小呆，再次回到现场，武器跳上来直接 W 一口直接抽塔，这波可以越，先 A 塔反被动，直接 EQ 连大招点火，这武器又把 Q 躲了，但是他被点火烧死。这武器你说他不会吧，他能躲我 Q？你说他会吧，他每次都是满血被我闪杀，他走上蓝线 W 一口交敌防 E， 继续往前压，这武器开大了，咱们继续往后撤一下。这里兵线准备进塔，武器应该 E 还没好，先 W 一口假装跑，直接一圈连一个大招直接拍死，武器再次被我单吃。本来想走，队友跟我说潘森要来，我就在这等他一下吧。来了，先 W 咬一口A 几下 A 出被动，挂点火 EQ 二连拍住，等朋友盾消失 ，AW 死。这边打野也来了，但是不碍事儿，打怎么根本不痛。上路对线结束。